您喜欢海豚吗？一直以来，它们都是动物园里面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了。除了对人类非常友善之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其实海豚的智商非常的高。这高科学家们就发现说，这海豚跟人类其实都会照镜子，而且在镜子的前面还会摆出各种姿态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。你知道吗？海豚不但会跟人类玩抛接球，而且还很喜欢照镜子。研究人员在巴尔的摩水族馆里放上双面镜，观察海豚的行为，发现它们会对镜子摆出各种姿态，欣赏自己在镜子里的倩影。Most animals don't even pay attention to mirrors. So if you put a mirror in front of your dog, most dogs won't even look in a mirror. Cats don't pay much attention. 其实动物不是不爱照镜子，而是根本不知道镜子里面的是他们自己，可能会以为那只是其他的生物。但海豚不同，瞧他们在镜子前面左摇右晃，还会打开嘴巴伸出舌头，好像在扮鬼脸，又好像在装可爱。The one thing is to understand it's themselves. It's a whole other thing to say, I want to look at myself. I want to look and see what my face looks like. Well, what does it look like when I turn upside down and blow a bubble?另一种会照镜子的动物是大象。实验人员在大象眼睛的右上方贴白色胶布，当大象在镜子里发现自己脸上有不同的东西，就会一直去照镜子。最有趣的是，科学家还发现海豚在越小的时候，越会像人类的小宝宝一样，在镜子前摆出各种可爱的动作，长大了就会比较矜持了。中天新闻刘令报道。